这个缆车，一直在喷血，一直在造血，是要再造更大块的。哎，丢雪球哎，应该也都是啊。这边看起来那个位置应该原本也都是雪道哎，没有吧？看起来他的地图就走那一块而已啊。意思是说原本这一块应该也是雪道，只是后来就没有了。没有啊，完全没有那个，啊，完全没有缆车的痕迹啊。那都拆掉了，就只是农场而已。以前的一个农场还花园，还是春天的时候变花园。丢雪球，好，来玩吗？那雪在哪里？地上哦。哪有雪可以揉成雪球？其实很难的，那很容易散掉，知道吗？那我是去旁边挖雪，挖一球还雪的。挖呀挖，是吗？对啊，有雪球。这边是什么？要从雪乐园挖雪来丢。啊，走。哦，好多雪，啊，好多雪人哦！嗯，都好多雪人。哦，超远的雪人。超远的雪人。哦，那边是哪个？走过去看看。玩雪橇板的，走过去。哦，新鲜的雪。哎，有够新鲜，有够新鲜的造型。啊，好白雪啊！哎，新鲜的刨冰来了，对吧？好白的雪。刨冰来啊！好白的雪人。来，那个雪花冰有没有？好白的雪。还有无限量供应的雪花冰，嗯，白雪。很难蹲下弯腰去那个，知道吗？挖一个大雪球，哦，旁边好干净，还有，就到这边而已，嗯，哦，压雪车在这里。干净。我的孩子，你想要飞吗？哇，你的头都起来了。
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是冰球哦，不是雪球。因为我让它融化，然后让它在结冰。OK， 然后我们再跟阿宝跟大家试一下这个握法。握法。这个其实我觉得戴手套很爽，毕竟要洗手，然后再用那个外套，对吧？哦，这是什么？挑战赛吗？挑战。哦，这边是包。对啊，好，那你丢。啊，我不敢挑战，不要挑战小的，还要玩大的。差什么了？差太多了，再丢了。枉费我做了这么结实一个球啊！这么累，这是那个滑索，不知道滑到哪里去，溜索。感觉夏天应该是一个什么童军营地，对，应该很多那种童军的活动会在这里边。都可以拿来当练习场的。哦，还是也是那个啦，也是华侨，所以小小学乐园在这里。小学乐园。但只要想到学乐园，我会想到那个 snow 学乐，我会想到那个学乐园，你知道吗？很洗脑，那个
微秀很吸，然后广告了。台在那个，他们那个也是一块室内的，台中山景的吗？哦，对啊，是室内的。哦，下课了。